Relief 微型涡轮机，在生产清洁能源的同时美化城市，在寻求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创新技术不断涌现，不仅能产生清洁能源，还能增强城市环境的美学吸引力。其中一项突破性的技术是法国新世界风公司开发的 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这些微型涡轮机的设计类似于自然元素，在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同时无缝融入城市景观。 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是模仿树叶外观的小型风力涡轮机，当风吹过时，这些树叶会旋转并产生电力，可用于为附近的建筑物供电。涡轮机通常成组安装，形成被称为风束或风层的结构，这些雕塑装置不仅可以产生能量，还可以作为公园、花园和城市地区的视觉吸引力元素。与传统的风力涡轮机不同， 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可以连续运行，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发电，这使得它们成为可靠的可再生能源来源，即使在风力条件可能不同的城市环境中也是如此。 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的生物形态设计使其能够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树干、树枝和树叶的颜色可以根据环境进行定制，使其不那么突兀，更具视觉吸引力。这些微型涡轮机结构紧凑，可以安装在屋顶或公园等小空间内，这使得它们非常适合空间有限的城市环境。与大型风力涡轮机不同， 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运行安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城市地区的噪音污染。微型涡轮机的较小尺寸降低了鸟类碰撞的风险，使其成为野生动物更安全的选择。 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已安装在世界各地，包括欧洲、美国、韩国和瑞士。这些设施不仅提供清洁能源，还作为教育工具，提高人们对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性的认识。例如，堪萨斯州威奇托州立大学附近的一棵枫树以学校的黑色和黄色树叶为特色，使其成为一个独特而迷人的地标。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代表了将可再生能源融入城市环境的有前景的解决方案，通过将清洁能源生产与美学设计相结合，这些微型涡轮机为我们的城市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和视觉吸引力的方式。随着世界继续寻求应对环境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 Air Relief 微型涡轮机等技术将在创造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未来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